这就是重点，这就是重点，这三个就是每年必考的重点。再讲一次，每年必考 ，OK。各位客官好，欢迎回到保利龙中队。他是银化，他是麻雀，他是常进人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玩朝代关键字。终于来到了朝代关键字的最后一集啊！但是呢，影片我们一样是同整98到107年的学测考题，一样是跟中国历史相关的题目。这次我们的规则跟之前也都不太一样，先来说明一下，由常进人先公布题目，还有倒数，我们两个就去争夺攻击还是防御，然后成功攻击或防御的人都可以有答题权。没想到经过两集的磨练，这两个人还是没有学会把规则说清楚。我们直接来看第一题的示范。人才出门第三二一。啊，为什么讲完题目你们互相打对方？拿那个抢答权啊，我打到他的。都是这样，对，防御成功或攻击成功的人就可以抢答。好，好。第二题，政府设立机关管理海上贸易活动最早始于何时？三二一。好，你的。唐代是摩斯。第三题，1800到1900年间，白银兑换铜钱的数量的变化趋势是银价稳定上涨。三二一。他回答了，哦，可以啊，这样就好了。我就跟你说会，然后你就跟我说不可能。你看是谁？海外贸易。请问为什么我这个出题人这边没有答案？有啊，上面有写白银。我们是用课纲的重点去分的，上面那些是重点里面的小答案。行，好，那我开题了。为什么是海外贸易呢？白银呢，它就是海外贸易之后，中国内部白银的量就激增。第四题，我朝清朝海盗要加税，下一个朝代免除苛捐罚税。3 2 1 给你。我记得是明代海盗跟清代免税。对啊，就只有他而已啊。第五题，这里有奇妙的园林、宝塔、大理石桥，一切都接近尽善尽美，世界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与之相比。但是数千个英国人能在7天内将之彻底破坏。3 2 1被打到了，夺冠人品，英法联军，圆明园，好棒哦！第六题，很相似哦，圆明园，三二一，脱掉，但是完全没有救，怎么把我这个青蛙夭折了？我们可以用胶带粘起来吗？我之前的气球都是用胶带粘起来。我觉得你再去拿一个球瓶吧。圆明园，快点，英法联军。其实我觉得他们会恨我们，因为他们会记不起来到底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。Who care？ 好，下一个。第七题。某国司令部还说，如果能占领台湾，中国必定派人求和。现在我们也攻打台湾，还没有听说中国有求和的意思。来，哇，中法战争。第八题。我这题目很像，一位外国传教士。回忆传教士的遭遇，当地有汉人。这个很长。我也觉得天啊，作为是建阳教育的统治，这个超长。许多人包围教堂，意图生事，官府派遣官兵保护教士，僵持不下。啥音？什么条约？八国联军。什么条约？那边是写义和团，那边是写八国联军。我没有，两个都没写。那边写什么？他写天津条约。然后你知道后面挂号还有什么吗？洋人可进入内地。哦，不好意思哈，没听清楚。第九题，在冲突爆发后，北京郊区一座车站被毁。电报线被切断，英国在北京人民无法对外联络，使集团立刻派人向外求援，紧急调集数百名官兵进驻使馆，20多艘外国军舰也迅速集结在天津附近。我对不起各位客官，这题才是八国联军。第十题，金属鸦片流弊，三二一，好啊，鸦片战争。第十一题，唐宋时期从南海来华贸易的外国商人，以阿拉伯人为数最多，三二一。第十二题，两位士族出身的文人回忆了时代和家族出入。假如人虽然看到战乱时期家族前途未卜，但是他相信，如果他的子弟想要出仕为官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以为人对于世人家族的前途同样感到渺茫，但他所处的时代，官员们已经不可能为其为其后代子孙的仕途提供庇护。三一，好，打到了四。
足，阿考的是四足的开始跟没落，四足是在魏晋开始的，第一个文人是魏晋的，四足是在唐朝没落的，所以在宋朝的时候四足就没办法为他的子孙提供庇护，所以第二个文人是在宋朝的。然后这题还有一个观点，就是士族他是可以为子孙提供庇护，而后面的科举是不行的。对。第十三题，近代亚洲曾经爆发一场战争，交战双方都使用西方军事技术及装备。原本列强认为双方旗鼓相当，在人口土地均居下风的国家，因为维新政策成功，反而战胜，果出各国意料。三一，打到了，甲午战争。第十四题，外国商人从明州购买运回的药商品瓷器丝绸，然后明州是现在的宁波。一二三，这是唐宋的海外贸易，重点是宁波。温馨小提醒，记得要记港口哟。第十五题，世人喜欢利用祖先彰显，好像玩那个。例如有人仍会标示百年前的祖籍，证明家世显赫。来，啊，世界第一啊！士族，士族，这个要考的重点不就是士族到唐朝才结束吗？可是这个前面讲过了。下一题，在一场战争后，中国政府同意各国商品除缴交5%的进口关税外，不用再缴交任何杂费。三 A， 我忘记刚才，这都是我的，可以免除5%关税，那应该是鸦片战争。第十七题。中国政府派兵前往国外，全军包括军官与士兵等共约28000人，并设置一官一士通译买办等职官，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一二三，我每次第二次就会说，你在喝下西亚。最后一题，一位外国军官在家书中提到，如果我们能攻下这座城市，将可以就近补充煤炭。在该城的炮台颇为坚固，据说是德国工程师设计的，而且中国指挥官带来自己一手训练的部队，地方士绅也组织民兵投入战场。一二三。关键字是什么？德国。德国。好，我觉得啊，应该是中法战争。是吗？为什么我们两个都知道答案，但我们两个都觉得有点疑惑，到底是不是中法战争？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好像不记得德国这个关键字，德国炮台，或者是捷克炮台。德国炮台就觉得有点奇怪，所以不要记这种莫名其妙的关键字，还会误导你。谢谢各位客官。如果喜欢我们保利永州队的频道的话，记得一定要订阅我们哦。啊，还有下面，下面哪里？还有说明栏那边，说明栏有部落格链接哦。那就这样喽，拜拜。